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提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38集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各位一同分享的呢是真人电影第三集，一个日版的玩具 DA28， 也就是现在呢最我们画面最右手边的这一款柯博文的玩具哦。那么呢，为什么这一次呢会特别的呢将这三个家伙呢统统摆到荧幕里头呢？是因为过去来讲啊，我从来没有分享过属于09电影之后的L 级的柯博文的玩具哦，也都是现在我们现在画面中央还有右手边的这两个。这个呢是属于真人电影第一集之后呢才推出的这个模子，我从来没有去分享过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呢一直畏惧于它变形的难度，而没有和各位来做分享。那最右手边的这个呢是属于07年的一个精图版本的 L 级的柯博文的玩具。那我呢对这三个玩具来讲呢，我都是用非常与众不同吧，我还是必须要这样子形容，我就是说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取得这三款真人电影的柯博文的玩具哦。那真人电影呢在推出之后呢，它的 L 级的柯博文呢基本上呢不外乎就是这三个模子哦。那其实细分来讲还是只能算两个了哦。那我们姑且呢先硬说它是三个的话呢，首先呢这个07年的版本呢，我呢是从我们都很熟悉的 Shadow Avengers， 也就是老肖那边呢从美国寄过来，那送给我的一个精图版本，一个刀科版的柯博文的玩具哦，非常非常具有一个从 G1 转型为真人电影系列的影子呢，在这个家伙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个产物啊，这个非常优秀的一款玩具。那我个人呢这一款 RA24 呢是我在当初网络上看到它的图片之后呢，我二话不说我第一时间就在实体店购买了啊，当时是用新台币2150的价格买到，其实也算是非常非常低啊，而且之后呢这个价位没有比这个就是一路飙涨啊，我算是在低档中的低档呢就已经购买到这个商品了，所以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L 级的玩具。而现在今天我们主人公呢就是现在我最右手边的这个画面右手边的这个 DA28 呢，这个呢是一位大陆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位影片上传者，可以说是如果说去年2012年的所谓的这种影片上传者如果要票选出一位新人王的话呢，这位真的是新人王中的新人王啊，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VV7786， 他呢非常大手笔的连这个 DA28 都拿来送我，这我只能说非常非常感谢啊，足以可见的他对我的话他的这份友情。当然不是说玩具送的贵就是友情很珍重，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了啊，这 DA28 都是现在网络上算是还是比较昂贵不是很容易买得到的一款玩具哦，非常感谢他愿意割爱把这个玩具呢整组送给我。好，那现在呢就和各位来分享今天的主角这个 DA28。 好的，在我们现在呢开始来对比这个 RA24 跟这个 DA28 之前呢，稍微跟各位聊一下，或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RA24， 什么是 DA28 呢？首先呢，这个呢是属于日版玩具呢才有的编号啊。那么所谓的 RA 跟 DA 呢，我们先讲这个 A， 为什么这两个都有一个 A 呢 ？A 代表呢它是博派 Autobots 的这个名字，所以它是有个 DA， 它就是博派 ，RA 也代表它是博派。那24呢跟28呢，分别就是一个流水号了。那至于为什么它是 RA 而它是 DA 呢？因为真人电影第二集是 ROTF Revenge of the Fallen， 堕落者的复仇 ROTF， 所以它是取第一个 R， 所以它是 RA。而这个第三集 DOTM Dark of the Moon 呢，它是 D 开头，所以它是叫 DA。这个呢就是它这个命名的由来了啊、哦。那或许有人会问说，那电影第一集怎么分？电影第一集呢，它是用 movie， 也就是 M 开头，所以电影第一集的日本玩具呢，如果是狂派呢，它就是 MD 开头；博派呢，就是 MA 开头了啊、哦。这是一个关于日版玩具的一个流水号的一个小尝试呢，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如果有错误的话呢，还请各位网友呢在下面给我留言指正哦。好，那现在呢就回到玩具的身上。这两个模子呢基本上呢是完全是一样，变形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呢还是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做工上面的不一样。首先呢最明显的呢是当然是这个我左手边的这个 RA24 呢是一个电镀色、哦、这当然配色来讲光鲜亮丽度呢是一定会胜过这个 DA28 的呢，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想要适合你把玩呢，不怕掉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 DA28 呢是更适合拿来把玩的，甚至你可以用它来练习一下变形之后呢，再来，如果你手上刚好有这两只的哦，其实呢，我也可以告诉各位，这个 RA24 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给它变形过，反倒是这个 DA28 呢非常非常适合把玩，变形来讲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恐怖的压力，有怕会掉漆哦，所以这一款玩具呢。在配色上面虽然不如 RA24 这么样的光鲜亮丽，但是呢，把玩度比较高。再来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呢，就是脸部啊，我们可以看到 RA24 呢，它呢是一个露出嘴巴的版本，而这一个 DA28 呢是有戴上口罩的。当初啊，RA24 在推出的时候呢，有许多人呢不喜欢它露出嘴巴的造型，我都觉得。柯博文在电影版里头的嘴巴很像蝗虫吧，所以呢，当时还有不少的朋友呢，还特地的自己做什么，自己做一些补土啊什么的，把它这个嘴把它盖起来，做成口罩的版本哦。殊不知啊，这个经过几年之后啊，这一个 L 级的模子呢，不停的被再拿出来作为比方说 DA15 啦，就是作为其他的就是电影真人电影之后的。柯博文都是用这个模子来做的，反倒是呢，唯一露出嘴巴的版本呢，好像就是只有这个 RA24 了吧？所以变成说这个露出嘴巴的呢，反而变成一个非常只有它特有的一个特征啊，真的算是一个当初可能大家始料不及的吧？好，那嘴巴不同呢，第二个比较明显的不同呢是这个肚子，而且呢，首先呢，肚子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 RA24 呢这个地方呢是多了红色的部件呢是延伸到这里，而这个 DA28 呢，是这个地方就直接镂空了，而且呢，里头这个所谓的腹肌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的，这一边这个细节跟这里的细节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正面的话，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两个地方是不太一样。当然，如果你再认真往下面看呢，会发现这个地方胯部这个地方也不同哦。这个地方 RA24，这是 DA28，它这个地方呢是有凸一块出来的，这个就。你如果光看这个，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对比它之后，再来对比它之后，你就觉得，难道柯博文是有性别之分的吗？因为真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这是太暧昧了，我只能这么说。那再来呢，有一个地方要先各位提一下，这个拳头的部分呢，必须要说哦，这个 DA24 呢，这个是原装的拳头，而这个。DA28 的这个是可动手，这个已经是我自己呢在另外加购，然后组装上去的哦。当初 VV7786 送给我的那个拳头呢，我已经拆下来了哦。在这个地方，这个呢是它玩具原本的拳头哦，我已经另外呢会把它收集起来哦。那今天呢就会顺便和各位一同分享这个可动手的部分。那正面的话，大概差异来讲，大概就是脸跟胸口。那在背部的话呢，比较大的不同呢，在于说呢。RA24 后面的这个油箱的部分是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组合成另外一把大枪的。但是呢，这个 DA28 呢，它后面这两个油箱呢，就完全是粘卡死的，是没有办法取下来的哦。或许我是没有认真把它拔过了。如果认真拔下来的话，我想也是没办法再组合成什么枪了，因为这个很明显这个地方有一些裂缝，各位看到有一些裂缝。这个呢就是有变形机制的，这个呢完全是没有的，所以拆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啊。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于手部一个比较大的不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S4 呢，它呢是有所谓的后面是有刀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先让它，这个。刀子为何突然弹不出来？两手都有，RA24 呢还附带了这两把刀，但是呢，到了 DA28 呢，它这个刀呢就已经不见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完全没有这把刀子的设计的。它有约略做出一个，这边这个什么假刀嘛，就是好像一个有个刀收在里头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并没有涂装，所以也不是很漂亮。但总而言之，取消了这个双刀的设计。那取消的，我是觉得也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在第三集里头呢，因为这个 DA28 它这个肚子这个造型是第三集的，在第三集里头呢，柯博文的确是没有再从手臂里头伸出
双刀了，所以这个双刀取消了也好。而且呢，其实在这个 R64 呢，它这个双刀呢，其实是蛮限制它的一些可动的，在这个手肘后面呢，会跟这个板子啊什么的扣在，有时候会碰撞在一起，所以也不是可动性来讲会有一点点互相去牵制到。所以呢，DA28 来说呢，其实啊，除了配色比较弱之外，它并没有什么输给 R24 很多的地方啊。当然，价格是很高了，这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这一集呢，重点呢，主角呢就是这个 DA28，沿用了真人电影第二集之后的 L 级的科博文的模子哦。那它呢是做了一个再稍微的往电影第三集的造型呢做了一些修正哦。那就像刚刚跟各位提过了，主要的一个造型的不同呢，在于腹部啊，这是因为符合到电影第三集里头呢，人家说了第三集之后的科博文就有腹肌了。那么呢，玩具的完成度呢，在真人电影第二集之后的这个模子呢，已经算是科博文的玩具呢来讲，算是完成度最高的一款了。在过去的卡通风格，然后往电影跃进之后呢，这个玩具成为了很多很多年轻的新一代的小朋友们呢，印象中的科博文的样子呢，大概已经跳出了我们当年所知道的那个无敌铁牛，也就是 G1 时代的那个方方正正的那个科博文的形象了。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怕已经没有印象了，他们脑海中的科博文就是这个样子。若干年后，他们回忆起科博文的样子呢，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哦。好，那这么一个有划时代意义哦，真的有划时代意义的玩具呢，推出了这么多的 L 级的模子，不管是飞翼版啊，这种什么充气炮版啊，还有什么这么多版本里面呢，我对于这一款玩具真的是当初是又爱又怕，怕就是怕说变形难度太高了，不适合把玩。但是没有想到呢，在实际上，反正是这个 R24 就是让我不太敢去摸它，结果这个 DA28 呢，是让我彻底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把玩的过程啊。在拿到手上之后呢，由于你放心去把玩之后，你就会去了解它很多的细节，这些刻画啊，有的没有的，这完全是真人电影里头的这种精美的细节刻画啊。这个看以往动画的风格呢，是有着很大很大不同的。这个科博文的头部呢，是一个有口罩的造型啊，口罩呢一样是不能够打开的。而头部的可动性来讲呢，基本上呢就是只能够左右的旋转，而且呢基本上是无法转360度转到后面去的，因为两侧的这个造型呢会把它挡住。当然，机器人不需要，它毕竟是一个拟人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把它特别转到后面去。而呢，它这个头部来讲呢，有一个非常让我惊艳，就是它的这个眼神哦，非常非常的有杀气哦，非常有战斗感的表的那种神韵出来。虽然只有露出眼睛，然后嘴巴被遮起来，但是呢，它这个眼部的涂装，银色的涂装来讲，好像它这个眉毛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点那种银色的那种反光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个眼神来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而它的声光效果呢，一样触动机关在这里哦。OK，这个英文相信这一句很简单哦。我们必须要阻止狂派哦。这个呢，跟 R24 的 I am Optimus Prime 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刚刚忘了跟各位做这个音效的对比了哦。但是呢，现在就直接跟各位说了，这个是新的音效。那么呢，这两片呢，塑胶感是当然是比较重了。这个在电影里头呢，这两片是非常闪亮的两个板子。那这个胸口呢，玻璃是透明件，完全透明件，所以里头的这个齿轮状的这些机关全部都能够看得到。在电影里头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见到里面的装置的。但是呢，在玩具里头，我个人却比较喜欢它这样子啊，有露那种机械的感觉。做的是相当不错，那这个腹肌这里面呢，它一些管路的刻画呢也是非常精准。如果说呢，你有想要把它，再上个颜色勾个墨线的话，会更为明显的。但是呢，因为这是，朋友们所赠送的，非常珍贵，我就希望保存它玩具原来的样子，就不打算去再做什么加工了哦。再来呢，手部的话呢，可动性来讲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呢有一个滑槽。所以呢，他的这个手呢，基本上可以举到这么，基本上平举是没有问题的。往下呢，当
我们相当是举到被身体挡住为止了。然后呢，360度的旋转 ，OK 的。各位应该有听到这个声音来讲非常的紧啊，附体啊。我个人觉得这 DA28 啊，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这个关节的紧实度啊，比我 R24 那一款呢，电镀菊花嘴版本呢要更，我觉得要更紧一点。然后呢，二头肌可以转弯，然后可以旋转了。然后呢，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装置，对，它是连带着里头这个关节往里头延伸的，那转动的时候呢，会有那种。里面呢还是会有一些机器部件在动的感觉啊，这个视觉效果会比较好，那个符合真人电影系列里头那种，机械骨骼的那种感觉啊。手肘90度，最多转到90度啊，因为这个造型的关系转到90度。然后呢，拳头的话呢，因为我已经把它换成可动手了啊，所以可动性当然是会好很多。原来的版本呢是可以这样旋转。但是呢，我在换成可动手之后呢，它呢就可以拿武器啊。那武器的话呢是这样子啊，可以看到这一边啊，干脆给各位看这一边好了。这边是空手的，现在呢就跟各位来分享可动手的部分了啊。首先呢，它呢中间呢还是有一个空洞的，你一样呢可以安插原本属于科博文可以拿的武器呢，在这个版本呢通通都是可以拿的。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球形关节，球形关节这个拇指的话呢。拇指的话呢，可以转，这里转，这里转，一二，这里还有另外有两个关节哦，当然还包括这里，这个关节还没算进去。手指的话一样啊，一样是第一个关节，然后呢，第二个关节，然后呢，最小的那个关节呢也可以再弯，所以它是有1、2、3、3个关节可以动的。四根手指头呢，造型呢完全都一样，长度呢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它并没有说中指特别长。当然了，你要让它中指变长呢，也不是不行嘛，对不对？那就是把另外三根手指头都折短一点，就会发现中指变长了。这是外国人非常喜欢的打招呼方式哦，这已经跟各位提过了。那拿武器的方法呢，就是跟各位跟各位示范过，这样动进去就行了。然后呢，一样可以这样子。最大可以玩到这么多，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这里这个两片呢是可以翻开的，翻开之后呢会有一个，这里在电影里头呢曾经出现过，用这个打死那个应该是 Shockwave， 应该是被这个打死的吧，就是所谓的手指虎，这个装置呢也是有做出来的，所以呢它还附带了这么样的一个杀人的功能在这里。但是呢，我目前买到了这个版本呢，不可能是有点小瑕疵吧，就这两片呢基本上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漂亮的密合啊，这个是我个人中奖了。这只另外这只手就不会啊，但是呢这边这只手呢就没办法完全的把它密合起来。那平常呢就把它收进去，一样这里把它给扣上 OK。然后呢，手的话呢就不用像原来的版本那么样的一个呆板哦。这个可动手一装上去的话呢，对这个玩具来讲，可以说是完成度啊，可以说是大大的加分啊。这个如果不是VV 兄把这个玩具赠送给我的话呢，我如果只是 R24 的话，我恐怕还不会特别想要把它给这个手给装上去啊。好，再来呢，接下来。腿部的可动性来讲呢，哇，我必须要再一次的重申哦，这一个玩具的关节哦，我手上这款真的很紧，脚最大踢到这么多，膝盖最多直角只能转到这样子。这里呢有一个给各位看啊，这样就看得到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球形关节哦，所以呢脚的可动性来讲，其实也。只能算一般机器人玩具的一个程度吧，蛮普通的啊、哦。然后呢，后面来讲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偷叫，整个玩具的完成度是很大的。后面背包当然是比电影里头版本，电影里头的 CG 来讲当然要大的多了，但是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了。邮箱是无法拆下来的啊、哦，这个曾经有人发问过，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发问说这个邮箱是不是可以拆下来？那很遗憾，这个版本呢是不行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它一个整个机器人的一个形态啊、哦。
科博文呢，它还有附带的一个武器哦。它的武器呢，首先呢是这个一把、两把，这个呢基本上呢是可以单独让它拿在手上的哦。这个呢，如果你把这个开关呢碰下去，这个枪的话，会变成一把，应该算是十字弓吧。但是呢，它呢，不要以为它跟这个第三集的这个 Deluxe 的玩具一样，没办法固定。可以的，还是可以。你再往后推之后呢，往左或右呢，给各位看一下啊，静态看一下，它呢没有，它这个地方呢，往后推之后，你可以往上或往下啊，应该是说推下来之后往左或右呢，就可以稍微把，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扣住了，往旁边搬一点呢，它就会扣住，这样子呢就可以维持它武器是伸展开来的一个样子啊。另外一把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 OK，然后往这组比较明显哦，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左右两边是延伸开的，往后面推，往后面推，然后往这边掰一点就可以把它固定住了。听说了啊，听说这两把枪的话，好像非常有可能会有 KO 版推出吧？是有朋友跟我说的，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就不知道，就看各位拭目以待了啊。然后呢，这两把枪呢是可以再组合成一把大枪的，组合成电影里头第三集里头呢，他曾经拿在手上的一把。那么呢，组合的方式呢，可以看到这两把枪其实造型是不一样哦。这个呢是前面有这个，枪炮口的呢是朝前面，然后呢只需要把它这样子扣在一起就行了。这个地方扣，这个地方呢虽然它是一个圆形啊，但其实它里头是一个方形的一个接口，就是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这样子就行了啊，如果你希望枪再伸长一点的话呢，也是可以的。然后往左或右，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一把更大的枪。好，那拿法呢一样，就是从这个地方呢，这里跟这个可动手呢是完全是相容的，是可以放进去的，轻松的放进去。好的，这样子呢就形成了他在电影里头拿的这一把，用来反正用来杀狂派的一把大枪了啊。而除了大枪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算是这一款玩具的一个大卖点呢，就是这个一面大盾哦。这个盾的话呢，它呢是待会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可以搭载在科博文的车头的一个部分哦。那么呢，照它的这个机关来看的话呢，它呢后面呢，你可以发现呢，它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可以往下面推一点的。它往下面推一点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两片往里头扣进来之后呢，其实你不需要，应该是说，你这两片呢往中间一推的时候呢，它这个自动会把它往下面压哦，你可以看，OK，它自动会扣住，这样子呢才是一个它一个盾牌的一个造型，是照说明书上的玩法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的。它的话呢后面呢，哦，平常这个是收纳这样子，如果你要把拿的时候就搬出来，然后呢拿法呢如出一辙，一样呢可动手呢完全也是相容的啊，我们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扣进去。但是呢，因为可动手的话呢，它有手指，所以呢你要把手指呢都凹成拳头的样子。OK，这样呢就可以造就出他拿着一面盾的一个姿态了哦。那这个算是他这一款，让人家当初会犹豫是要买 DA15 或 DA28 的一个犹豫点吧，看你是要飞翼呢，还是要这个这一面盾牌哦。那这个盾牌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哦，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比方说你这一手呢，你有其他的第三方的配件，你拿在手上有一个斧头了，那你这个枪呢，再给枪给放上去，OK，这个不小心掉下来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还希望说这个盾呢一样要能够搭载上去呢，倒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各位看一下啊、哦。这个各位可以看到里头呢有蛮多的这些插孔的，但是呢，我个人会建议说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要把它按一下，它这两边会松开。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蓝色这个洞呢，把它空出来，做什么呢？不对，先把这个收起来，折成这个样子啊、哦。然后呢，把这个洞呢往这个烟囱这个地方呢扣进去。OK，这样子呢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盾牌呢给放到他的肩膀上，其实呢晃归晃，但是其实它是挺稳的，不太会掉。会晃呢，是因为这个烟管它本身是软胶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孔的密合度来讲还是相当优秀、相当不错的。这样子呢，就又形成了一个它的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另外一个战斗姿态了。